喜欢的女孩叫我陪她去修手机。我手机坏了。不是，手机咋还坏了呢？就洗头掉水盆里了。你洗头玩手机，它能不掉水里吗？你凶我干嘛？那还不是为了回你消息啊？原来真的有女孩子回会在洗头的时候回消息。我带你去修，走。那要修不好怎么办？修不好，我把我手机给你玩呗。真的吗？骗你干啥？那你现在给我玩一会儿。咋了？提前先熟悉一下。对呀、啊，当然得熟悉啊。密码是什么？密码我生日。不是，我生日你记这么清楚，一下就解开了。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这个人天生对数字比较敏感，你懂的。对数字比较敏感啊。嗯，我能看一下你微信吗？看呗，我微信就你一个女生，有啥不能看的？那我可得看看了。哎，还真是，就那肯定啊。那看看你抖音吧。抖音也没啥，我一般就看体育、篮球啥的也。哟，还没啥。啊？你这收藏里怎么都是我呀？你，我点错了，我取消行不行？不用。那据说男生有一个软件不能看。不是，有啥不能看的？我哪个软件不能看呢？一点一秘密。啊、你别，这别看。不行。哎，真别看。